挺激动的，其实，然后也很紧张，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大佬。我挺紧张的，因为没录过这种综艺节目，是第一次，不可避免的就挺紧张的。哦，压力还是慢慢的有了。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已经储备了非常多的歌了，但是发现自己储备的永远都不够。纯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推翻了原来的一些想唱什么歌，都是我之前有写过的一些歌。那后来觉得不行，还是得现写。开心啊，对，就开心。没有，我每次演出都当玩儿一样，就是玩儿。谁上来都行，没事儿。上来削一下，我觉得特别感谢，削我。笑我，就觉得还蛮好的，车导也蛮好的，说话比较直接吧，我蛮喜欢车导。